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你给我松手！说你到底来这干嘛？他是来当然是来听戏来了呀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好这口。好这口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好哪一口？是不是看上人家唱戏的小妖精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你也知道现在舞厅生意不好做，我这也是帮双姐的忙，带他们出来听听戏，提高一下他们的文化素养。文化素养是吧？对啊。那你说这些名字叫什么？ 你说这故事讲的是什么？我好啊，你们俩。